那为什么会是哈尔滨这座城市成为了当时远东最大的犹太聚集地呢？哈尔滨从中登铁路修筑开始，就有一批犹太人跟着来到了中国东北，来到了哈尔滨。后来陆续的日俄战争，这个日俄战争的爆发，日俄战争期间有30,000犹太士兵来到了中国东北。那个时候百万俄军在中国东北和日本作战，30,000犹太士兵战后有相当一批人就留在了哈尔滨和中东铁路的沿线工作，包括我刚才谈的马迭尔。马迭尔的老板叫约瑟夫·卡斯贝，他就是日俄战争期间的一个骑兵，后来在经营马迭尔成了一个也是富商。那么在日俄战争情况是这样，然后就是一战期间，一战期间又有一批欧洲的，包括沙皇俄国的，也包括波兰的，很多国家的犹太难民来到了哈尔滨，得到了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救助。到20年代，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因为俄国的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完全已经都被这个苏联红军占领了，它已经变成苏俄和后来的苏联了。那么这一批犹太人他就也离开了他相应的城市，比方说海参崴，比方说布拉格尤申斯克等等，也来到了哈尔滨。那么那个时候在上海的犹太人的数量也不是特别多的，因为上海的犹太人主要是30年代来自德奥的这些犹太难民。在20年代末期和20年中期，哈尔滨就形成了一个犹太人在中国包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心。1919年就在哈尔滨开了一个叫远东犹太人大会。到30年代呢，就刚才谈到在伪满洲国期间，1937年、1938年、1939年，远东地区的犹太人大会也是在哈尔滨开的。就从这一点说，就是证明了哈尔滨当年曾经是犹太人在东亚地区，在远东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这个犹太的老会堂，它是资格最老的，它是1907年开始建的，1909年1月落成的。也就是说在1909年这个犹太老会堂就开始使用了，它成了犹太人社团活动一个中心地区，就包括他们举行的一些大型的社会活动、纪念活动都是在这儿。1932年这个会堂失了一把火，32年失火之后呢，在很快的时间他们通过犹太人自己的捐助就把这个会堂又很快的修复了。看那个照片，那个老的和后来修复的它不完全一样了，它增加了一层楼。对，增加了一层楼。然后在这一层楼，我们说的犹太老会堂作为犹太老会堂的遗址，同时它又是哈尔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总部，还是哈尔滨犹太生活杂志的编辑部，就是很多犹太人的那个社团活动和社团组织都在这个会堂里边了。到2004年我们开的国际研讨会，然后到2010几年的时候，不是2010几年了，到2006年前后，哈尔滨市政府出资对哈尔滨的犹太遗址遗迹，特别是通江街上的这些犹太中学啊、犹太老会堂、犹太新会堂、犹太养老院，进行了一次大型的修复。一直到2014年，也就是去年，这个犹太老会堂怎么使用？那么，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因为在哈尔滨生活的犹太人现在几乎是没有，所以你把它利用起来，这个难度很大。所以说根据它的这种特点，
最后就办成一个叫哈尔滨的音乐厅，举办一些小型的弦乐几重奏，也确实效果比较好，引领了哈尔滨音乐的时尚。因为哈尔滨它还有个音乐城的美称呢，它是国联合国授予的，叫音乐之都。那么这种音乐之都，你如果没有自己的音乐厅，没有自己的比较能引领音乐的这种场所的话，那是不应该的。所以他现在每周都要演出几场。